刚才组织胳膊又疼了啊，晃浪啊涌过来，哇浪涌过来，哇浪涌过来，浪涌过来，浪涌过来，啊浪涌过来，冲到那个大坐在人工坝上面啊，坐在人工坝上面啊，这个就明显发现，如果非得顺着啊对着那个大坝吹。对着大半的前方吹浪的话，哇，浪啊涌起来就力量很大哦。现在我再仔细看那个背脊，哇，哇，哇，不是匀速转动，不是匀速转动，而是间歇性转动之外，在一个往前跳，跳起来的动作啊，往前那个摇起来的动作，哦，这个让那个坝受到压力就比空前大，比原来要大得多啊。站在那个岸边上有那个抖动的感觉哦，抖动的感觉啊，有抖动的感觉哦，原来这个是非得旋转故意产生那个大的浪引起演示给我们看演示给我们看当然了，如果它向外海外面推也是这样很大的力量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力量，哎，好，知道了，哎，再见，嗯，再见。